站在机场的麦当劳的那边，超远。Thank you。 我们终于可以出国了。里面了，我们今天终于要出国啦！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是南非，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先在多哈机场转机，然后再飞到约翰内斯堡。好期待这次的旅行，因为已经是疫情2年多第一次出国，还蛮期待的。吃的，肚子有一点饿，现在是这边时间的晚上11:30。累的，但是很新鲜啦，尤其就在这疫情前的2年后，第一次出国，就来南非。那我这次来南非其实是完全没有行程，就是因为有亲戚在这里，然后就过来这边找他们。然后像这次的行程啊，要怎么走、怎么玩、住几天，就是根本就是没有计划，所以就是很随性的一个旅行这样子，所以还蛮期待，就是这几天会发生什么事情。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到这里啦，谢谢大家陪我一起搭飞机从吉隆坡飞到这个约翰内斯堡。如果你想要知道接下来的南非之旅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就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